啊，继续问。哎，忘记讲一下我了。我们就把这个转职结完了。哎，留下钱，留下钱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杀这个活虎血的这个部分。宗主长的通知，关我屁事。赶快逃走，赶快逃走。我们先杀一下火狐血哈。他说我们这游戏讲到哪里啊？坐骑，这鱼眼好像没很多。坐骑应该是没有在新增了。对，所以就是，应该剩他的这个。好，忘魂蛋，你要看到他眼角。那眼角的部分的话，一样看一下击杀记录。哇，他们 BOSS 的属性，为什么他们都命中都9999？哇，主要给你看这个掉落奖励啊。然后这边就一边给大家看啊，一边解我的主线这样子。哦，就像我们的影片规划是这样子啊。好，那你看我解完了，哎，忘记支爪了。哎，支爪在哪里去啊？对，各位记起来，在活动这里。哟，好物掉钱哎、欸！最早在掉钱，可能只有人解那个，全部转职完成了，都没有洗脸。就在做那个啦。那个叫做召唤，我现在就是可以召唤那个，就该练下一只了。